当个班级会伫开个时阵，我拢办一个台湾西罗音乐会。阮今年定于3月25即一天。啊，今年较无同个呢，阮有去年有做一条古典诗个文学步道，所以阮以9:10有即个古典诗文学步道个揭牌仪式。啊，有邀请文学馆个馆长、文化局长啊，都有教授啊来遮做揭牌仪式。啊，史林老先生他也要来帮我们揭牌啊，然后10点的时阵是阮遮的音乐会的表演啊，10点到12点啊，阮今年的诗人嘛是真济，鹿晗秀、林晨默、方耀前，很多很多都会来这里表演。